个是强强要飞的哦，在上一档因为是强强拍嘛，我会刚好自己打，对，因为阿公在家都会跳给我看，这是强强送的。从来没有被收过包，真的？你身为一个艺人，没有被收过包？你有觉得包包很无趣啊？女生包包应该比较多东西吧？对，比较多。咱看我包包这么大，我包包这么小，哎、欸，光是包的外形就差很多哎、欸啊，那里面的东西应该也会差蛮多的。这次来泰国也会比较好奇，说我们的包包里面放的东西会不会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？会不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？哎、欸，我们好像还蛮期待有进步。女生会有那个啊。你比那个 pose 很奇怪哎、欸，要不然我们先看白哥的哈，我再跟你说他的比较。这里的包包也是包蛮多的。包包，这是什么？真的，要面子。哇，艺人必备，艺人必备。啊，这个是来泰国买的，很好吃的红糖。嗯，是红糖。对，泰国一定要买这个牌子。还有各个口味。还有各个口味，这个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。帆船的有没有？然后欢迎找我们代言，谢谢。对，你看我吃了剩几颗而已了。哦，圆珠笔的，我画剧本用的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日本朋友送我，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一个大男生用这个很怪，像女生的包。我觉得它蛮低调的。对，但是因为它是日本朋友送我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当零钱包。哦，对，虽然跟我的型好像不太合。不会啦。对对对，还有，这是第一层，第二层。很多第二层就是水嘛，手机啦，手机在拍戏就手机不放着。哦，这是我每天的维他命，一定要吃维他命。哦，还有这次来泰国拍戏，剧组给我们的保平安的，每个人都有个保平安，放在包包里面，放包包里面保平安。像护手霜这个，哎，你真的带很多东西。海哥也等于是会有吃维他命的习惯，每天吃超多维他命，综合维他命、阿 B、益生菌。叶黄素，哎、欸，对对，会都有吃，我都有吃啊，化妆用化妆包吗？补妆包，对，牙线啊，这个就是喷酒精的，化水，我们眼睛拍戏都会干，护唇膏，因为嘴唇也会干，那、啊、这个是啊。今年的看起来也不算化妆包了，因为没什么化妆的东西。对，没有东西。哦，因为我不会自己化妆，所以我还是要靠化妆师。女生比较，哎，换你。你没了吗？真的没了？就没了。没了。这么男生就很无趣啊。不会啦，其实还蛮有趣的，我要更有趣。好啊。然后钱包为什么要带呢？因为这是强强送我的。啊！陈志宇，我翻白眼。陈志强，是生日礼物吗？还是什么？好像是某一年的生日礼物。里面有放些合照吗？没有，因为他没有放照片。啊，好可惜哦。对啊。那西西还有什么？我来看看哈。还有我的化妆包，你看我化妆包是不是很可爱？这男生也可以用。也是强强送的吗？有的是别人送的。还有第二个化妆包，我可以打他吗？啊，第二个化妆包。为什么要有两个化妆包？因为这一个呢是就是全妆要用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局部。我跟你讲，女生很麻烦吧？没有，女生很敬业，所以她每个细节都要做到很好。所以要两个化妆包，随身携带。哎、欸，我的好像没了。然后糖果啦，哦，也是有红糖。对，然后这是泰国，好像是泰国的糖果。还有这个啦，百香果口味。啊，我们这
这两天来泰国38度，最高体感40摄氏度，很可怕，而且完全没有风。对对，就你昨天还没跟我们去大象园。我昨天一直在饭店，一直在背剧本。是吗？我刚刚怎么看你在泳池背剧本？但我正在有去游泳，但我正在泳池背剧本，真的。好辛苦哦。也辛苦了。辛苦仔哥了。边游泳边喝啤酒边晒太阳，真的很辛苦。对，还有一个也是这个了，也是保平安的。我每个人都有。要随身携带这包包，是这样的。你看我这么大的包包。没有，很空虚感，很空虚，所以带这个小的就好了、啊。因为这个是我就是想说，好了，现在用强强了。这个是强强要背的啦。哦，我刚拿了。天性是不是本性？因为自己好会撒娇，我们去他家的时候，自己说：“哦，不想洗碗，都是老娘我在洗。”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什么事都家事都不会做啊。卖家，你也不会洗菜，也不会干嘛。洗过好几次了。没有，自己很会。人家那会洗澡，我会帮老公洗澡。对。因为我之前在上一档就是强强拍嘛，然后他拍的时候换我帮他翻译剧本，就是我的功力已经到真的吗？你可以帮他翻译剧本，对，他说这句话到底要怎么讲啊？这样，他只是找话跟你聊而已吧。其实他是外省人，他的台语其实没有很好，他只是很会讲。阿公在家都会跳给我看，他最近超迷，他很迷，所以我想说好，那我就把他就是编进来这样。